给我儿子买了盒口罩，哎，我觉得我戴应该也挺好看的。你看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每个就是一包，然后里边一共是有两个颜色，深一点和浅一点的。我们先打开这个深一点的看看，哎呦，口感非常软。这款干宫玫瑰色女生一定要去买，这个口罩真的很神奇哈，你不化妆戴上看看是不是感觉气色一下就好了，就像打了腮胡一样。咱们再试试这个浅一点颜色的，戴上也很好看，是不是？而且它是 3D 立体的，戴上还显脸小很多呢，就适合我这种大圆脸。它虽然没有鼻子这压条哈，但是你看贴合度也很好，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是立体的，它也不会蹭掉你的口红，耳绳的弹力也非常好，你看侧面的包裹也挺好的，而且现在它这一盒只要19.9元，里边就有30片呢。这个口罩它是3层防护，过滤能达到95%，真的是颜值又高，戴上又舒服。